台北市学历处在古亭和平公园打造梦幻紫色花海，使用约130,000盆紫色花草，占地约8.7座篮球场大的地毯花海，再搭配原有装置艺术，成为民众赏花打卡热门景点。水利处为了与其他和平公园花海有所区别，特别选用具有特殊芳香的香堇菜作为主轴，再搭配直立的一串子及雨夜薰衣草，依颜色深浅依序栽种，无论在视觉还是嗅觉都是一种享受。古亭和平公园最佳赏花期到3月下旬，可搭乘公车小30、895、311到自来水博物馆站下车，或搭乘捷运到公馆站，沿着思源街往永福桥方向步行约10分钟，从永福桥下月堤阶梯进入古亭河滨公园，走下月堤阶梯后右转，沿自行车道步行约2至3分钟，即可见古亭河滨花海。公民记者魏学姐台北报道。